这个展览的开幕典礼今天下午3点在台北中泰宾馆长寿厅举行。经济部长孙运璇曾经致辞，勉励国内的电子工业创造更好的前途。开幕典礼是由外贸协会秘书长武冠雄、电气工会理事长陈茂榜共同主持的。展览展出了电子产品和电子零组件、电子表、汽车对讲机跟最新的音响设备等。